感恩感恩关心不算，感恩台长，感恩那个台长，请帮我看一位亡人好吗？名字叫做何桂英，去年的腊月初七天黑的时候走的。何桂英啊？对，何桂英，女的是吧？对，是的，女的。何桂英，我找找看啊。啊，谢谢台长，谢谢您。何桂英，你给他念几张小房子啦？小房子给他没有念，我是给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那个寺院里头那个念佛，最近才从寺院才回来。他活着还死了？去世了，去年去世了是吧？啊，晚上天黑的时候走的。在下面呢。哦，在下面呢。根本没上去，连阿修罗都到不了。哦，我看见她的骨骼还蛮大的，不像一般的女人这么瘦小，她的样子还蛮大的，嗯，脸呐还蛮大的，长脸，嗯，脸是宽宽的，对呀、啊，好啦，嗯，哦，不是圆的，长脸不懂啊，宽的长脸不是圆的。啊，脸一共就两种、哦，一种就是圆的，一种就是正常的宽的脸，就是长脸。哦。啊、看就看到了，鼻子还很长的，鼻子比人家长。嗯。哦，没上去啊！他都吃素吃了二十来年了，在我老家一直也是信佛学佛了。好了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了。你就像跟一个管超声波的人讲，人家做出来超声波说你身上长东西，你跟他说没有啊，我们很好啊，我们在家里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会啊，我们人很好的，为什么身上会长东西啊，你跟超声波的人去讲呀。我现在看到了，你就好好的记住，学佛很多人是做给人家看的，不是给自己看的，学佛很多人是外表修里边不修，学佛还有很多的过去的业障，还要加上今世的业障，并不是你做点好事就可以把自己过去的坏事全部消掉的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要说他了，就是很多大法师都不一定上得去啊，你以为啊？知道了明白。每一个人要靠自己修的，还要前世的根基啊，这么容易的？对对。所以台长跟你们说，要真修真修真修啊，不容易的。还有一个问题我讲给你听、哦、法门对不对啊，很多，对，有时候有些法门都法门讲起来都是很好，但是有些法门并不适合你妈妈呀。哦，这个是我妈妈的姑姑、是我姑婆，这个我不管那姑姑姑婆，我就是告诉你，因为有些人要求太高，就像你选择一样的，你选择了一门科，这门科门很难读，那你可能就读不好，你就到了大学里，你就被留级了，或者就不能被 fire 了，你听得懂吗？明白了。啊，你要找一个最适合自己、比较能够修上去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台长，谢谢您，好。